来人呐，抓起！ 你如果现在还不离开长汉卿，他将来一定会把你拖下水淹死。你就不怕把咱们亲手制造的电力机车给掀翻吗？这是十年，一代人的心血，你个心不痛吗？走，三间牌你要砸啊！这是你资产阶级的家，你终于分清楚了。你干什么呀？ 放着车间里好好的活，不干，跑到这儿来撒野？曹亮，同志，我这是革命行动。你，姐。